以马内利神同在 Remnant 们大家好，先来看看上周大家在现场里是怎么享受宝座时间的吧。哇，我们的 Remnant 们真的太棒了。女人的后裔咬伤蛇的头，通过使命时间大家都牢牢刻印下了这福音吧，对吧？要给你们点个大大的赞，不愧是救活时代的潇洒传道者们，帮助 Remnant 们刻印下正确福音的爸爸妈妈们，真的谢谢你们了。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这一周攀登上了属灵顶峰的潇洒 Remnant 了。今天的 Top Remnant 会是谁呢？就是 Kim Sian Remnant。 Woo! 轩尼是怎么享受属灵顶峰的呢？一起去看看吧。
哇，真心不错啊。咦，冬菇你也来了呢，两个人一起享受属灵顶峰呢。再来宣布一遍，这一周的 Top Remnant 就是 Kim Hsi-eun Remnant。 哇哦，今天礼拜结束后，我们也会给希恩妮送出美味的零食哦。Remnant 们，你们大家都非常非常出色，就像这样从小刻印下正确的福音，救活237个国家，治愈得病的人，被确立为属灵顶峰，用大家的身上都淋到这贵重的应允。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向阿爸父神献上礼拜吧，请大家都站起来，我们一起赞美。今天我们要唱的赞美就是刻在心板上的神的爱，一起来赞美吧。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的舞蹈吧，赞美赐福音与我们的神，用我们的全身心来赞美吧。赐给我们的神的礼物是什么呢？一起来唱《通过基督的神礼物》这首赞美吧。내맘속에믿음이쑥쑥자라요내맘속에소망이퐁퐁피어요내맘속에사랑이넘쳐흘러요그리스도를통한하나님선물언약의여정거내맘속에기
我的心里喜乐与感谢满意。神赐给了我们其他的梦想 Remnant 们，一起想着这样的含义，一起来唱不一样的梦想吧。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吧。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今天有请从金苏 Remnant 为礼拜代祷。神呐、啊、感谢您。让我们能够一起献上幼儿部的礼拜，谢谢您。传讲话语的牧师，求您赐给他圣灵充满。献礼拜的小朋友们，也请您祝福我们，赐我们圣灵充满。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是今天礼拜的题目，一起来读一下吧，请大家跟着我读。初代教会，提前拥有的时间表。再来一遍，初代教会，提前拥有的时间表。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阿们。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耶稣在逾越节的晚上，把门徒们都叫过来，对他们说：各位弟子啊，今天就是最后一晚了。我为了成就天父神的话语，来到了这地。照着话语，我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三天后，我必复活。什么？耶稣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圣灵，叫他住在你们中间，也要永远与你们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女人的后裔咬伤蛇的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耶稣为我们打开了遇见神的路，他替我们担当了一切诅咒与灾殃，钉死在了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最后一句话：成了。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三天过去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胜过了死亡的权柄。作为他是神的证据，耶稣复活了。复活了的耶稣重新出现在了门徒们面前。耶稣把门徒们都叫了过来，然后应许了他们：我要借着圣灵与你们同在，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吧。我们这一周要背诵的经文就是：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Remnant 们，耶稣他所应许的这话语、这约定，真的成就了吗？耶稣说了这话，门徒们正看的时候，耶稣就被取上天了。耶稣应许了会赐下保惠师圣灵，还约定了在世界的最后一天他会再临。说完这些，他就往天上去了。现在门徒们做了什么呢？门徒们持定住耶稣所赐的应许，聚在了一起。初代教会的圣徒们持定了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耶稣赐的这一应许，聚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了。结果呢？聚在这里的门徒们，他们领受了耶稣所应许的圣灵充满，而且惊人的事情也兴起来了。就在那里，来自15个国家的人们聚到了那里，聆听了神的话语。被圣灵充满的彼得、约翰，他们上圣殿去祷告的时候，见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生来瘸腿的，无法行走。行行好吧，请给我一个铜板吧，一个就行了。就是这个时候，彼得对他说：你看我们，
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说了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之后，就拉着那个人的右手扶他起来。结果那个人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生来就是瘸腿的、无法行走的那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竟然能够跳起来、站着又行走，赞美神。大家看看吧，复活的耶稣现在也借着圣灵做工。看到了这些的耶路撒冷的百姓们，就满心稀奇惊讶，是哪儿呀？是哪儿的人呀？耶路撒冷。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因为斯提凡见证福音，结果人们竟然以这个理由杀死了斯提凡。但是圣经中并没有写斯提凡死了。圣经中是怎么写的呢？耶稣看着见证福音的斯提凡，就从天上的宝座上站了起来。耶稣站了起来。圣经中还这样写道，没有说斯提凡死了，而是说斯提凡睡了。主耶稣接收了斯提凡的灵魂。斯提凡被害之后，发生了更加惊人的事情。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那天，相信耶稣的教会们全部分散到了犹太、撒玛利亚和所有的地级。他们分散到了犹太、撒玛利亚和所有的地级。耶稣不是应许过吗？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因着斯提凡的殉道，门徒们都分散开去，福音得到了见证。而且当时掌握了全世界的强国罗马，这福音在罗马也得到了见证。全世界福音未得到见证的那些空无之地上，福音，基督的福音开始得到了见证。斯提凡的死才不是失败呢，斯提凡他才没有失败呢。因着斯提凡的死，安提阿教会反而被确立起来了。什么教会啊？安提阿教会。而且通过这安提阿教会，自有地球以来第一次派送了宣教士，福音被见证到了地极。 Remnant 们，
真的好神奇吧？这些惊人的事情是怎么一件一件的兴起来的呢？这个就被称为时间表。时间表，大家看看吧，耶稣的话就这样原样成就了，对吧？耶路撒冷的所有人都听到了基督的福音。因着斯提凡的死，门徒们分散到了犹太、撒玛利亚和其他所有国家，都分散开去了。安提阿教会被建立，自由地球以来第一次派送了宣教士。逼迫信耶稣之人的保罗悔改信主，终于这福音也传给了外邦人。神的话语必成就。可是大家知道吗？这神的话语现在也在原样成就着呢。神应许了我们。来 ，Remnant 们，跟着我说吧。神赐给我的应许，再跟着我告白一遍吧。神赐给我的应许神把237个国家、5000种族、世界福音化的应许赐给了我。治好了病人的使徒行传的作为，也在我们身上兴起了。就像 Remnant 们兴起来，成就了罗马福音化一样。神确立行走应许旅程的我们 Remnant 们为属灵顶峰，通过你们必将救火灾殃充斥的这个时代。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约定。神赐给了我们能够享受237治愈顶峰应允的建造圣殿的应许。那么神的这些话语真的会成就吗？神的话语一句都不会落空，会原样成就。钉刺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又重新复活的耶稣基督，持定他所赐的应许，同心合意横切祷告的 Remnant 们一定会领受这应允的。 Remnant 们，还有我们一同献礼拜的爸爸妈妈、老师们，我们一起来牢牢持定住这应许吧。通过现在礼拜的时间，还有每天每天向神献上的顶峰时间，愿大家都成为牢牢持定神应许的神的儿女。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们。现在我们一起来唱《主里有我》这首赞美，并把我们准备的奉献献给神吧。
喜乐砰砰顶峰时间。初代教会的圣徒们持定耶稣所赐的应许，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结果呢，话语就原样成就了。今天就和老师一起来做一个能够与神对话、集中于祷告的祷告对讲机吧。要准备的物品有：小纸盒、彩纸、剪刀、固体胶、锥子、木头筷子或者小棍子、彩笔，还有各种装饰材料。我们先在纸盒上贴上漂亮的彩纸，再剪下一个圆形贴到纸盒上，用锥子戳出小孔，做成话筒音箱的样子。接下来就来装饰我们的对讲机。老师写下了属灵守望者这几个字贴上去，用手上的材料做出调节频道音量的开关，也贴上了十字架。最后我们来做天线吧，把小棍子剪得比小纸盒稍微长一点，装饰好，在纸盒上方钻一个洞，把小棍子放进去。今天的作品祷告对讲机就完成了。我们打开对讲机来祷告看看吧。为了237个国家祷告，为了能够建造起237治愈顶峰的圣殿而祷告。一边完成使命，一边成为每天与神祷告的祷告顶峰吧。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并传讲耶稣基督的证人，一起来背诵这周的经文吧。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阿们。下面有请牧师为奉献祷告并祝祷结束今天的礼拜。亲爱的父神啊，今天赐给了我们已成就的应许，感
感谢您，求您祝福我们，愿望今天献礼拜的一切 remnant 父母们和老师们能够在最为贵重的这一时间牢牢持定住神所赐的应许，通过我们献上的这小小奉献能够建造起救活237个国家，治好生病的人，并将 remnant 们树立为属灵顶峰的圣殿吧，求主来做工。耶稣基督的恩典，父神极大的慈爱，以及圣灵神的做工，临在今天持定住神必成就的应许话语，要直到地极做主见证的所有 remnant 父母们以及老师们之上，从今时直到永远常与你们同在，阿们。